你知道死海的浮力到底有多强吗？与一般的海水相比，死海有着极高浓度的盐分，约是一般海水的 8.6 倍。人们躺在死海表面，根本用不到任何游泳技巧，就能直接漂浮在水面上。正是如此有趣的特性，也让牛人有些按耐不住，于是他连忙跑到超市，一口气买下了300斤的食盐，回到家中取来充气泳池，先是在内部装入适量清水，紧接着便将食盐倒入其中，使用工具不断搅拌。一段时间后，泳池内的清水颜色已经逐渐浑浊。接下来小哥迫不及待地跳进泳池，平躺下身体后，没想到身体竟然真的漂浮在了水面上，任凭小哥做出如何夸张的动作，都没有丝毫下沉的迹象。正当小哥打算站起身子庆祝时，令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，没想到仅靠双脚站在水面上，小哥依旧能漂浮于水面之上，如此夸张的浮力简直就如同练成了绝世轻功一样。不得不承认的是，这样的实验结果确实超出了小哥的预料，只不过想要打造这样一个死海泳池，要平白无故耗费这么多的食盐，显然还是有些过于浪费了呀。